唐郎拳，灰虎师傅。灰虎师傅呢会在我哋表演偷桃。请曾正山师傅入嚟。有请七星螳螂拳国际会的谭志明师傅，他为我们演出的是十八首，请细心欣赏。好，为我哋压轴表演嘅就系嚟自广州太极梅花螳螂拳会嘅梁卓忠师傅，有请梁卓忠师傅，他为我们表演的是八爪。八爪。八爪是八爪。全部結束。
依家咧就係翻錦旗嘅時間啦，有請梁師傅梁卓忠。